第一感觉它就是很机械。他摸过他背着看看厚度，暖和吧？啊，有没有？我说暖和了，暖和了。我可以说我把他引进我的厨房，厨房他就厨房去了，他就去开那个我们的那个洗碗洗脸盆、洗碗盆那个水龙头。他还问我说：“这水够用吗？”我说：“够用，够用。”我看当时呢，他还是关心我们的温饱，嗯，他还是关心着我们的能否吃饱穿暖这方面。刚开始问我们说在哪上学，然后几年级呀、啊，然后专业是什么，然后问了以后有什么打算。在之后的话，他给了一句鼓励的话，就是说有志者事竟成。我是2010年出了车祸，那是当时呢是没法动，我压帮扶帮扶嘛，还是主要还是帮还是扶。我们这个残疾人呢，还是不要泄气，是不是啊？可以说去年吧，猪价也好一点，我可能毛收入可能7万左右，嗯，还不错。我目前打算呢，我就是像那么把我的猪还是好好的养一下，能赚点钱呢，我还想开。到现在这种经济嘛，我还想开个农家乐，能把周边的人也带起来，那更好，是不是？中寨自然村的嘛，总的是有73户，899人，其中我们这个建的绿卡户啊，有这个16户。71人已全部脱贫出列。2019年这个11月份被评为3A级景区，也是下一步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支撑。我们会围绕这个契机呢，把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做好做大，为我们这个群众呢致富增收呢更上一个台阶，让群众的这个生活更过得红红火火。